逆か。耶，晚安，不是晚安，大家你好，5点耶，九蛋晚，九蛋你好，哈密雀你好，卡丘安安，卢卡今天会开多久？看情况，但是应该是1个小时。关于晚安，Hello，列根こんにちは，5点了可以算晚安，真的真的吗？等一下，现在。外面很凉嘞、欸，不是很凉，很亮。你是不是太想我就加开？对呀、啊，谢谢呀，下午好。一首，哦，有没有塑胶的味？OK，あんまり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いいや。大家午安。可是天是亮的，对啊，天是亮的，好敷衍了，对呀、啊，干嘛啦？不然我要说什么？对呀、啊，因为我很想你们，对、啊，是想你们是真的。卢卡为什么加开呢？因为我想要特效，谢谢强拉送我香槟，谢谢。关于晚，你好，谢谢送玫瑰。对，我想要粉色的那个。我昨天11点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活动，然后我叫蜜姐姐，我明天我能不能加开？然后她说，那你一定要先发现实才可以。我说，哦，好。那就可以今天要开到几点？应该是到6点，嗯。对，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想要那个特效吗？因为那个特效鼻子这边不是有那个吗？不是有东西吗？可以盖掉鼻子。谢谢小玉送我香槟，yes。睡前看到你的现实，我就知道你一定是为了特效才开的。还在讲哦，对哦，大家在上班吗？对啊，那个粉色的超可爱的，星宇晚安，你就知道这里为对，就是为了鼻子，开了特效主播就消失了，诶，不会的，不会的，谢谢好像已经可以用了诶，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谢谢青云送我，极速浪漫旅，谢谢，好，先等一下好了。我先用用看，啊，好开心哦！我要留一点一阵，等等要搬到哪里啊？他也要吗？其实我自己也有那个，我开了5分钟，开了3分钟就拿到了。不，日本不是有一个 YouTuber 是叫 Negoden，他都是这样，我也很想这样，可是这个好像有一点太高了，希望再。低一点点 可以关了，不会啦，不会啦，我不会，我找好人去丢一阵的放心，芊 芊们，如果卢卡每天开播就好。对啊，其实我自己也很想要，想开的时候开，加开的卢卡耶，都开完了，那我进来干嘛？真的要感谢青云，还有小玉，还有那个，还有强纳森。那我给你们一个福利好了，你们可以再点一首歌。可是祥玉好像没有想要点歌，对不对？那我再想一下，其他人可以点一首歌，小盒子里记得，记得再就是密我就好。谢谢大家送爱的小熊，不要遮，对啊，可是还是看得到。我还在上班，谢谢 Sega 送我香槟，耶！他们点就好，我对音乐没感觉哦，真的吗？还是前5名就好了，我 包围晚安，不是午安。开到了，那先走了，哭叫你要走掉是不是？
图书馆。どうしようかな、今日何しようとしたんだっけ。我原本想要唱歌，可是，如果摆 pose 来解图，做个纪念。好的 ，Let's go pink， Let's go pink。看来你想唱某首歌，什么呢？不是，我也没想到你会送我、啊。开到答题吗？啊，可是我想去立卡那边答题，所以，我应该，对，我应该只开到六点多，对，然后我礼拜五可能就只开一个小时，然后礼拜天就开一个半小时。Chris Hello， 这个特效让我觉得 Luca 好像少了什么，但还是这边还是看得到啊。来跳舞哦，跳什么舞呢？刚刚下班，上班辛苦了，谢谢笑笑送我粉色特别版，谢谢笑笑。为了特效而开的路卡，不是的，想一半是特效，一半是想你们都有。如果哪一天鼻子受伤，这个特效很好用。对，如果我这边长了一颗超大的痘痘啊什么的，就可以用这个特效。哎，这个特效真的好可爱哦，我真的很喜欢。可是路卡，你不觉得这样鼻头那边更明显吗？没有的，才没有。所以这种直播算是加开吗？对，是真的是加开。我们丢这个好像有宽宽哦，真的吗？谢谢帮我送我毛起来，一半而已。我也想你耶。是卢卡可爱，这头像才可爱。既然都抽到丽卡纸笔，那就一人一支。对啊，其实抽到丽卡纸笔也是运气很好的哦。谢谢图师，你这样加开会有额外的惩罚吗？没有，谢谢客家送我香槟，谢谢。可是你们可以留到礼拜五或是礼拜天丢都可以。对，我开是五点开，有可能平常会来的人就不会来。对，所以今天的版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哎，谢谢大家送我香槟。好，那就前三名好了。前三名，今天的前三名可以再点一首歌。对，没想到这么多人送我礼物，好感动啊！这个礼物好像只有今天有哦，真的、哦，可是很明显了。对，看的时候很明显，就是有可爱的爱心，没有惩罚，所以没多半小时。对呀、啊，反正我都加开一个小时哎。为什么还要惩罚？如果要惩罚的话，也可以说这，如果我真的礼拜五不要播，决定今天这样的话，可能要惩罚。可是我是为了你们，然后加开耶，这样应该不用惩罚吧？国际粉红日，对啊，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粉红色的衣服。对，而且这个我的脸看起来粉粉的样子。前哨，那等一下吧，已经一定很还好了。有些人对音乐没兴趣。真的可爱，有丢香槟等等重进就有这个框哦。原来，那这虽然这个也可爱，这个也可爱，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可爱。如果不是喜欢黑色吗？喜欢呢，我很多颜色都喜欢。礼拜天唱歌也会超过。对，你们可以先留一下。火箭特效差点按下去，不行，不行，不行，今天不能送火箭。对，火箭不要，要送也不要今天。对，你们先存一下。一下下，一下，谢谢冯甲人送我四叶草 cakes， 谢谢送玫瑰。左手怎么有刺青？左手有刺青？哪里？哪一天送火箭比较适合？我生日那天。
欸，可是上次是真的是因为刚好是地球日，所以有特价。希望明年，明年也有特价活动，是吗？既然你以为这个是刺青是不是？而且这不是痣，哎，这是对，这是痣。这个看起来像刺青吗？世界卢卡日，穿上一家前面的生日 T， 每天都是生日。那还要等好久？地球日不是都是4月22号吗？可是明年活动不一定是地球日什么的。我还在找到底哪里有吃对呀、啊？谢谢小翔送的香槟，谢谢。甜甜圈是环保团体，对，这是很好的事情。对，谁会是一个白痴啊？这怎么可能是痴情？谢谢重生送樱花鱼，谢谢，ありがとう。对，然后你们如果要对前三名，我说可以点歌嘛。点我从来没有唱过的歌比较好。对，我可以唱歌的，我会唱歌的。我平常就是随便唱一唱的时候，你们点，我就可以唱。如果那是刺青，那就是非常小的痣了。对，那我的右手也很多刺青，刺青。对，我是真的没有刺青。我身体上最大的痣就是这个，就是国小四年级的时候，突然长了一颗大大的痣。谢谢那个是我猫猫抱抱。然后呢，想说我一开始这个痣在皮肤的下，就是很小颗很小颗，然后想说这个这是痣吗？还是里面有东西？然后我就一直捏，一直捏，然后就越来越变大了。那一点我トラとかリは出てこない、出てきません。そう、最初ね、これこんな黒目立つほくろじゃなくて、なんかね、鉛筆の芯が埋まったみたいなほくろだったんですよ。で、これはほくろなのか、鉛筆の芯が埋まってるのかと思って、ちょっとずっと掘り出そうとして、なんかいろいろいじってたらなんか黒くなっちゃって、悪化しちゃった。原来是你捏出来的，对。然后我上次前几年我去日本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看到这里说：“你这边怎么了？受伤吗？”ここどうしたで？って言われた。おばあちゃんに。あ、ただのほくろだよって。どうしたで？我以前是手指的字，铅笔笔芯是在里面。对对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铅笔笔芯，是不是铅笔笔芯在卡在里面？结果是真的字。斑雷克啊，哭哭。怎么了，雷根？怎么了？不是问你怎么去事情吗？不是。今天很粉，对 ，pink pink，let's go pink，I love you。因为小朋友自动笔很容易断掉，对，真的，而且有时候写一写就是真的是不小心刺到我的手指，笔芯卡在里面。你从来没有这样过吗 ？Legun 怎么了？怎么了？走心吗？你看我先去忙，看下班了带回去。哦，好好好，上班加油。对，我在想说，我原本想要六点开播，可是六点不是宜真要开吗？所以想说我不能。然后四点是小慧要开，然后八点我平常会开的八点、九点，人超级多，超级多。想说，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不会来看我，所以我就挑五点。你也懂我讲的那个感觉，对呀、啊，卡妹小时候也有。今日の衣装似合い、可愛すぎる。ありがとう。谢谢北极熊送我四叶草。原来卢卡也有佐佐木。佐佐木。佐佐木是什么意思？全都要避开，那只好开凌晨。对。
凌晨，可是凌晨好像不太好。开11点，平常会开的时间，我好像从来只有两三次开过11点，对，好像是3次。挑这时间，不过这时间刚好是下班时间。哦，那就我就可以跟大家说，上班辛苦了，上班辛苦了。卡妹小时候也在意笔芯没拿出来吗？对呀，她是真的真的在里面。Mina 给自己的字取名叫佐佐木。哦，原来如此。哈哈，也有又又木，左肩了，可是我肩膀没有字。那6点的一阵怎么办？你要陪他吗？我可以看一下。我通常在仪征台不会聊，不太会出声。对，以前还会跟他互动，但是现在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就是偷偷看一下，然后偶尔送礼物。是的，是真的笔芯，铅笔的笔芯。你的字有名字吗？没有哎，你们要帮我取吗？我是这边，这边有一颗，这边有一颗，这个比较明显。然后这边是右眼，对，都是右边哎，我的字都是右边哎，对，然后这里有小小一颗字，可是有点不清楚，来偷偷看，要跟 D 卡联播吗？联播不是不行吗？对，我怕被姐姐骂，为什么不好意思？我怕我跟其他粉丝聊天，就是他会尴尬。谢谢笑笑送我香水，所以 Mina 只有照镜子的时候才会跟佐佐木见面。对，是右边。你的字不是太偏一侧。对啊，这边超小颗。然后我之前手掌也有小小一颗痣，可是消失了。你可以在直播留言爆料他的手指，不行啦，不行。这个，对，这边有一颗，这边有一个，这里也有一点点，可是这里的字好像不是很好的意思。先是潜力榜第一，都是你们了哟，好开心！你喜欢那些字吗？这边我觉得很烦，这里还可以。算是我的特色吧。然后这里我也没有那么喜欢。谢谢北极熊送我香槟。我以前成长中心也有一颗，现在不见了。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幼稚园的时候就消失。祖祖已经跟很多人联播，哈哈，我从来没有联播过。其实联播我也不知道要聊什么。对呀。平常的直播就是跟你们聊天，可是联播的话，就是跟那个人聊天。我没注意过脸颊也有，对，因为这颗太小。嗯，通常拍自拍，我的手机会自动把它消失。对，开美机就会消失。眼睛旁边很可爱，对，可是我发现进来 TP 之后，很多人眼睛旁边有一颗痣，所以不能。我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的特色。如果跟组合联播，你绝对不会，应该不会无聊，对。但是我可能就比较不太会讲话，对，因为，对啊，我觉得80%都在他在讲话，然后我可能就是听他讲话这样。店家的被特效美金用掉，对。联播就是看你们胡闹一下，因为有连字才感觉很可爱，真的吗？千万不要跟组联播，为什么？不是很多艺人上台也点，哦，他们是自己点的，我是本来就有啊。因为很多人现在，我发现很多人，Koha 也有啊，妮妮也有啊。还有谁啊？有点忘记。还是对，真的蛮多人有。嗯，我觉得这边的字蛮好看的，
这里的字，这里也蛮好看，这边也蛮好看。以前都是连字的人很爱哭，对呀、啊，我是蛮爱哭的啦，只是对小时候太常哭了，现在就是哭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害羞，就是安的咯，不觉得很像小孩子吗？我是蛮爱哭的，可是我都会偷一个人偷偷哭的那种。祖祖跟窝窝连播完，我耳朵痛了3天。那 二期生最吵的两个人连播，感觉真的很吵哦。哦，对对，是要前面的字。我觉得这里的字就是看起来很性感。卢卡好来看你了，耶！不要哭，不会哭。卢卡还是小孩子，不，我想要长大成熟一点，所以我就决定不要太爱哭。可是想哭的时候还是会哭啦，基本上想哭也就是要忍住。まあね、我慢できない時もありますけど、そこはね。现在前面那边其实有两颗，真的哦，两颗，这里有两颗，是不是？对，听说这边有痣的人都是神经病。也是神经病，有点忘记，心肌质，神经质吗？神经质的中文，龟毛。对，我就查了那个这里的字是有什么意思，结果出现，我查到的意思都是不是很好的。そう、なんかここのほくろはいいけど、なんかタオハとかいろんな意味があるけど、ここはあんまりいい意味がなかった。だからね、ここのほくろはね、隠すようにしてる。我对字没有研究，好像台湾比较流行那种，なんだろう，不是可以算命的地方有那个海报吗？然后写这里的字有什么意思？这里的字有什么意思？对，面相，可能老师会跟你说一些理论吧。对，可是我不想相信，信じたくない。对，听说鼻子上的痣也是好的意思，好像也是桃花嘛，有点忘记了。如果有你看面相，对，我也没去过。或是去看中医，可以帮你 针灸的，什么呢？脸上我是没做过，可是日本现在很流行点的那个点的针灸吗？听说有美白效果的样子。鼻子上有痣桃花会好吗？有人说是。好像是这里的样子，我刚好盖掉这里。嘿，对，我今天想问你们，演唱会啊，演唱会不是，我们不是说。哎，今天是最后一首歌曲了，然后你们不是说哎吗？这是你们这个哎是日文吗？还是中文？你们也会跟台湾朋友说，就是哦不想要离开的时候会说哎吗？哎，我不想走，会吗？还是这个哎是日文的哎？日本日常也会这样吗？哦，原来是日文，了解。对啊，所以我原本想说，是不是如果是中文的话，是不是要说哈？今天这是最后一首歌曲了，哈。可是哈，好难听哦。
现在留言都好粉，嗯，感叹的发音版，日文的 A 是，那哪种？有一种为什么的那种感觉，なんでか？对，怎么会？为什么？对，可是中文的话是不是哈？用哈感觉很凶，对呀、啊。可能会说哦的话不是很开心吗？今天这是最后一首歌曲了哦，好像有点语助词不分语言，日本人不是对韩很敏感吗？对呀、啊，我昨天看啊，我今天吧，今天看刚好看到就是日本人听到韩不会。会有点不开心的那种，很像是新闻，然后想说，虽然我已经习惯了，然后我想一下，我在日本都怎么说，好像会说可是台湾人也不会说吗？我在公园都听到所以想说这到底是日本还是中文？对，现在知道是感觉要打架了。看日本的公园说哈吗？对，哈不行。谢谢送我猫的手手。中文可能也会说，这个念怎么爱吗？爱，全场男生一起哈，感觉很可怕。因为都是日系演唱会，不可能用哈。那如果是台湾的，演唱会会说哈吗？今天真是最后一首歌曲了，还是会说。吉米早安，北极熊谢谢送玫瑰。我看不是日本的演唱会，很少听到有人说好像是，应该不会。所以不会有人说，为什么是耶？今天真是最后一首歌曲了，耶！台湾的不会很整齐，随便喊什么都好。哦，了解。所以这个现在 TP 公演的那个 call 就是从日本来的，对啊，蛮整齐的啦，我觉得。台湾的好像没太多反应，因为都唱很久，我觉得反而会很嗨，最后一定是最嗨的。哦，原来文化的差别就对了。台湾的蛮值录影，台湾的演唱会都可以录影吗？韩国的好像不行，日本的也基本上都不行。礼拜日还要直播吗？会呀、啊，我没有说要取消哦，我礼拜五也会直播。很多人会吹口哨，咻咻，但可以的部分真的是台湾自创。上次在 NMB 看公演，完全被当地的粉丝气氛压制住，根本没有我喊的机会。可以哦，日韩大多不行。对，台湾可以，对，其实这是好事。台湾要按喇叭，叭叭叭。台湾没有这文化，所以没有特别说都会拿出来录音哦。谢谢重生送我啾啾你。我们不能录音，台湾不能录音的演唱会，应该就是国家音乐厅的什么管弦乐团这种的就不能录音。嘿嘿，我在那个国家音乐厅啊，我一拿手机就他们说不行，就算我没有录到，就是我一拿手机。他们就说：“不能录音哦。”对，难得这时间开播，对呀，好像我真的很少这时间开播。看现在能不能培养出这种风气，台湾不一定，通常没多说有人会录。按喇叭是选举场，动算吧吧，动算吧吧，基本是
上台湾美馆的话，一定有人偷录，应该只有这种不行。你这礼拜开四天直播？对啊，我知道啊。谢谢克里斯送我掌声鼓励。国家乐厅没有搜寻的，让人不能。啊，对啊，是没错。我上次去国家乐厅的时候啊，因为我时间我就不小心迟到了，然后我第一首就没办法进去。对，可是外面有一个萤幕，就是从可以从外面看里面，就是台上的样子。对，连那个拍都不行。Luka被这种选举的会吓到，会有时候会。电影院是一定不能录影啊，对。印度更爱按喇叭，不用选举时，塞车的时候也可以。拜拜拜拜拜。啊，原来肥嘟嘟左右门关在那边，晃脚会去玩它吗？不会，晃脚不会玩。台湾之前也是吧，看80年代的台北赛车，每个人都在。80年代，现在就不会了。还没吃饭，捏普个呢？晚哎，午安。我现在都是7点，对，7点，差不多7点吃饭。越南也超爱按喇叭哦。凤姐喜欢的是琪琪，对。啊，对，凤姐最近有讨厌。开始讨厌一个新的玩具，对，就是我前几天呢，我们家有一个伊布的娃娃，然后我就故意很疼那个伊布的娃娃，然后就是故意无私碰奖，结果碰奖超级生气，但是碰奖一直在喵喵叫，我在那边说哦，伊布好可爱哟，好可爱，好可爱，然后他就讨厌我跟伊布了。我网络上有看到一张图片，就是用纸板剪一只壁虎的图案贴在墙上，然后猫咪就会一直看着。哦，真假的？好像可以试试看。NS 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以前是乖乖按喇叭，现在都是下车解决。你确定因为这个原因？对呀。对呀、啊，我原本只是想让碰奖吃醋而已，结果他真的超级生气。对，碰奖嫉妒了。然后那天晚上他看到我就直接打我，我就算摸他，哦，对不起，碰奖，他就打我。猫咪可能就会以为壁虎一直盯着。哦，是用纸板，了解。碰见走心，对，隔天就好，隔天就变好了。他睡觉就忘记，那要怎么安抚他？没办法，他一直都很不爽。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这种企划啊，通常就是摸完娃娃之后，还是会摸那只猫咪，然后那只猫咪会更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可是碰见就不会这样。碰奖吃醋，然后气到快爆炸。还揍卢卡，为嫉妒异步。我看网络上是厚纸本，就那种很像纸盒的颜色。哦，养猫咪的记忆力没有很。碰奖已经偷懒化了吗？偷懒，很爱吃醋是不是？谢谢少爷送烟火，谢谢。碰奖，他可能因为碰奖，所以碰奖现在看到吉吉跟伊布会很非常的不开心。碰奖这么气哦，听到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就很好。别这样啦哟，碰奖呢？可是碰奖气的时候他会攻击我，对，好像。他今天咬我，
他今天咬我三次，可是我每次看是不是太好了，完全看不出来。凤姐会去找衣服打架吗？会，现在的话会。每次看太强了，只看到字，这个没办法改掉。跟你脸颊的痣一样，被猫咪咬是正常的。对呀，所以没办法。对，我前几天呢，我看自己的直播档，我发现我一直都在动，我很少什么都不动，然后很安安静静的聊天，我一直都在这样动来动去，你们看了不会累吗？又咬 Luca， 难怪刚刚 Luca 对猫抱没有什么反应。你终于知道我很难截图了吗？我现在知道了，对。尤其是很嗨的时候，我真的一直在动。你现在知道很难截你的图，卡丘从来没有截过我吧？有吗？好像有一两次。今天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哦，真的吗？直播不动很无聊吧？这样才是卢卡，都不动才怪。好，我还是会动，可是不要动的那么夸张就好。不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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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刚才要说，请你摆个 pose， 不然没办法截图。哎呦，讨厌嘞！我比较少截图，因为我不喜欢截崩图。看直播头会跟着动，对我讲，我平常讲话的时候手一定会动，可是我没想到我是全身都在动。你动来动去，我还是截不出你不可爱的图。谢谢陈大生。そうね。気をつけます。なんでだろうね。なんでかな。なんでかな。ルカ是静不下来的类型吗？我现在怀疑我是不是这样的类型。なんでだろう。我平常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不会动这么多，可是一个人聊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在动。我截十张有九张，啊，九张在闭眼睛吗？不行，那我之后要这样展开眼睛，然后这样跟你们聊天。很多舞者就坐着，也都习惯动来动去。哦。所以我是舞者的类型，是不是？通常截图很常用手是模糊的。对，我手真的很爱动。我就看我唱歌的影片，我真的，我发现我是用全身唱歌。我合唱会照片有三分之一是眼睛没张开，三分之一。可是我跟你拍的好像你都有张开。开放十秒解图时间，2、3、4、5、6、7、8。谢谢送红包，谁送我的？谢谢瑶瑶冰可乐，英雄。今天很投入的感觉啊！你穿泰拳裤的时候是舞者，手超糊的，噔噔噔，没有手很糊，是因为我觉得是亮的关系。
这个就算有动，还是有就是有一点点，感觉这只手机没有抓到那个速度。昨天那个蛇手超糊的，哪个蛇？你说这个吧，那个就不要截图。那 live 就算录影，好像也是480，解释度不够。了解。我最近不是在考虑要买新的手机吗？然后我现在用的这个前镜头最高好像也只有1080吗？还是1300？不可能有1300，好像就只有1000的样子。所以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买1600以上的才会比较漂亮一点。可是如果让本身的那个没有很好，就好像1080够用了吧。其实还好，平常自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不够的感觉。那你觉得用 iPhone 的人的画质，应该用 iPhone 直播的成员的画质跟我的画质有差很多吗？还是会送网络的成员哦，呼呼，1080很够了。我是觉得，我看你们的截图的答案，我还是会觉得好像截图的答案或是 YouTube 上的那个补的，看就觉得我画质怎么那么不好，有一点难过就对了。有些时候换 iPhone 后是有感觉好一点，可是 iPhone 的前镜头好像也没有到超级好。但我觉得让本身的问题更大，感觉。对，我在考虑换大陆的手机，听说前镜头的画质都很好。高度压缩，可能可怜。iPhone 前镜头蛮普通，对呀、我也觉得 iPhone 的前镜头其实没有到很，是不错的，但是不是最好的。我没有觉得差很多，对，真的吗？想一下，那你们觉得谁的画质会好？谁的画质跟拍出来的那个比较好一点？所以还是希望能现场看到 Luca。 真的，我本人的我跟 Line Live 看到的我是不一样的，我也是这么觉得，本人比较好看。自己说 iOS 处理图就能力还 OK， 硬体其实没到最顶级，了解。现场应该就不会模糊了，三星还不错。其实我这边看 Luca 画质蛮好的，真的吗？我现在这样看我自己的脸还也是还不错，可是，你们拍出来的那个就有点难过，看了就啊，我也觉得蛮清楚，有点忘记 Luca 本人有多美了，别这样说。而且听说呢，一般的手机自拍，鼻子一定会大30%，好像是镜头的关系吧，相机的关系。因为我鼻子本来就比别人大了一点点，所以这样拍就是现在这样，你们看得到的我的鼻子一定会比我的本人还要大哦，所以我很讨厌，所以我才很讨厌。反正有粉丝滤镜自动高画质，那就好。鼻子大30%，没这种事，你可以查，你可以用上网查，真的会哦。你不觉得自拍的时候拍的你
或是别人拍出来的你完全不一样吗？这是一定的，好像是因为前镜头的相机本来就有这个问题。本人鼻子非常小，也没有非常小，但是还是不一样。握手会的时候觉得 Luca 的鼻子没那么夸张，就是对，真的，我也觉得。还是比其他人可能大了一点点，但是没有不会像 Jackie 那么大。そう、自撮りカメラ、鼻が大きく見えるのはなぜって調べたら出てきます、絶対。鼻子很挺很干哈，挺是好的，大是不行。后镜头就是前镜头。嗯，但是我上次公园坐在侧洗 Luca 的鼻子，我眼中非常显眼。好哦，所以还是比别人好的，比别人大了一点点。再看本人时，上完下看，感觉很不一样。谢谢月哥送我戳戳你。不但是因为很挺，所以多角度看起来倍棒的。对，真的。而且我的鼻子有问题，从正面看就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挺。嗯，看这样就蛮挺，这样就看不出来。而且这是美国的，美国的研究对，脸然后鼻子会真的会大30%，所以 Luca 喜欢的拍照的角度是这里，我比较喜欢我的右眼。然后差不多这样，正面看通常看不太出来有多挺，侧面才明显。嗯，这种研究竟然不是英国，对，这是美国的，所以大家可以相信。对，好像是因为焦点的关系，嗯。谢谢 Sego 送我是美短，嗯，好熟悉的角度。对，我发现我现在的大头照，三斜真的大头照，好像几乎都是右眼，有时候他们会挑左眼，拍的时候啊，其实每个角度。摄影师每个角度都会拍，可是他们就会挑最好的嘛。然后刚好他们挑的几乎都是侧脸的样子，现在，谢谢 Sega 送我三色猫，这也不是你能决定，对，他们，那是公司的姐姐们决定，摄影姐姐们决定的，所以他表示他们也觉得。我的侧脸比较好看 我的正脸，我想一下，大头照有没有不是侧脸的？是不是只有去年5月的那个雨衣照？我记得雨衣照是看前面，直接看前面。要橘吗？罗 杰，晚安。橘猫好像没有出现过，官方大头照也是侧脸吗？好像不是我的大头照好像是正脸的样子，这个你们帮我确认，应该是正脸。我
我也很想用侧脸啊，可是他们选的就是，他们没有帮我选侧脸。谢谢那个送我三色猫，谢谢送布偶组，谢谢小玉送我，哦，这个比较像碰奖，谢谢小玉送我三色猫。谢谢烈根送我哲人啊，不是，这是哲人吗？哲人猫不是碰奖。你的官方大头大只是头歪一点，应该算正面对。就这样。啊，我也想用侧脸，可是没办法。对，加油好吗？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加油？啊！你跟他们说都没有橘猫，所以真的有橘猫吗？这个特效剩十分钟了耶，没事啊，没事没事。谢谢，这是什么豹猫吗？大家想要送给橘猫人，因为橘猫就在。橘猫在这，橘猫我本来就有了。你们想看碰奖吗？谢谢送我三色猫。哎，有了！这是什么肚子饿的橘猫？谢谢小雨。对，一堆三色猫，成功了 ，We did it， 成功了，耶、yeah, ！成功了 ，We did it，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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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呵呵啊不想看了。哎，对，最近出现这是什么？主播是猫奴、猫奴、猫奴什么的？什么主播是狗，喜欢狗狗狗，然后主播是什么？喜欢猫吗？谢谢北极熊送我告白气球，我先准备一下。哎，你们没听过这首歌吗？三万六的广播，你刚刚念那个英文我知道哦。We did it! Yay! 你们竟然不知道这首歌？这首歌不是 Dora 的主题曲吗？他们冒险成功，他们的冒险快要结束的时候会唱的歌。就是送猫咪礼物宣传，刚刚那主播抽到猫还是狗哦？那一个三万六，怎么那么贵？谢谢谢谢送我极速浪漫驴。卢卡想要大家让哎，卢卡也想要让大家知道你是猫奴吗？不用了，不用不用，你们已经知道了。对，捣蛋鬼别捣蛋哦，讨厌。对，那个主题曲，还有什么？你最喜欢哪个部分呢？我也很喜欢。我跟凯妹看的时候都什么都没有回答，就是这样看多了。然后突然说：“我也很喜欢。”等等，万一卢卡收到狗怎么办？不要今天送了，对，就我快要关播了，现在送好像也没有用。我跟他说都不喜欢，他也是这样讲。对，你最喜欢哪个部分呢？都不喜欢，我也很喜欢。光田又叫主播是猫奴，没错，没错，我就是喜欢猫咪。田中晚安，自己打。待会有红包也会关吗？如果有红包的话，我会开。我就唱一下歌吧。能告诉我路凯在哪里吗？能告诉我路凯在哪里吗？然后我明明在这里，那为什么还要看？小时候啊，就是小时候差不多五六点吧，就是没有什么
电视可以看，然后卡妹跟我就很无聊，我就看一下悠游 TV。这小时潜力榜诶，在我心里。对呀，以前的电视就真的，以前的娱乐比较少，现在有 Switch 啊什么，很多游戏啊。可是小时候就只能看电视。SK 晚安，对，现在好像可以叫晚安，快要6点了。小时一开大早，我以前也是电视儿童，对，我也是，看了电视长大的。有网络之后，娱乐变得很多元化，其实会讲话的书包跟地图就蛮可怕的，对，什么 backpack，那可以说早安吗？浩义早安，还以为真的要拿完特效就关播，不会啦，我就都开了，那就开1个小时吧。对，我也没想到，我自己也没想到3分钟就拿到。谢谢你们，真的感谢。还有卢卡没说要冲活动，对对对，冲活动要很难呢、欸，很那个很难就没关系。刚刚那个是起床闹钟吗？可是我刚刚说浩义耶，右线要多久？我是哦，谢谢浩义送我掌声鼓励。我是背包，背包是我，我什么都有，带来书本，带来玩具，全都给你。谢谢北极熊送我守护灵，谢谢少爷送我恋上你的味道 Level One，可是我没看到特效哎。谢谢北极熊送我玩手礼，哎，有了，谢谢送我香水，梦幻的特效，偷开美人来。怎么偷开没人来？我也很想偷偷开呀，可是想说，我昨天半夜11点就密他，然后12点的时候他说好你可以，然后记得要发现实状态，然后传给他现实状态要打的东西，然后姐姐说 OK 我才可以 po 出来，所以就是需要很多时间，现在有时候特效都会晚一点出来哦，了解，就是前面的特效一个出来之后，姐姐半夜工作真辛苦，对呀、啊，真的很感谢那个姐姐。30万还有一个特效哦，什么特效？哎，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可爱呀、啊。你说35万？终于下班喽，哇、哦，辛苦了！大家感觉这时间很多人下班，少爷上班辛苦了。看来 Mina 下次开播可能又要难过，为什么？为什么 Mina 会难过？为什么 Mina 会难过呢？为什么 Mina 会难过呢？为什么呢？谢谢 Plus 送我香槟，因为没拿到特效。哦，对啊，我也很傻眼呐、啊。如果我本来就知道，这天有活动，我一定不，我昨天我不会选昨天开呀、啊。对呀、啊，很多那样的活动就是我缴了直播表后才会有的，才会出现。对，超难过的，我之后如果有什么开了1个小时之后，可以拿到什么特效的什么的，我一定会开。上次4月14号的特效 Mina 没拿到，那时候很想偷开。4月10号，你说这个吗？哎，现在怎么这么多人了？我快要关播了哎！
不能改时间很麻烦。对，要改时间的话要惩罚，我觉得有点惩罚，我不太想惩罚。嗯，再跟你说，我今天最幸运的就是拿到橘猫值得乐，耶、yeah! ！拿到碰奖，可是你是碰黑。哦，小时版哦，系统红包快要来吧，真的哦，怎么办呢？小时第一，真假的？有那么夸张哦？你看，哇、哦，好多人呢、欸。可是这样你们都拿不到红包耶、欸、我应该要改成粉丝团吗？我应该要改成粉丝团吗？各位？啊，贤弟哦，了解了解，贤弟弟。好，那前面三包我就给大家，后面三包我改成粉丝团。谢谢大家的追踪，没有追踪，等一下，因为没有追踪。啊，最后三包好了，嗯。要自我介绍吗？我是宫田优佳 ，AKB48 Team TP 二期研究生，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谢谢你。Yes， 我要。我也要红包，卡住了，可恶！好吧，我没拿到。好吧，最后三十分钟就唱歌吧，不是三十分钟，红包不见之后就唱。第一次抢到，怎么运气这么好？运气怎么这么好呢？应该可能。如果看来应该是抢不到，对，我手滑的比较慢。对，我等一下还要回，还要玩那个百万小学堂吗？不是，百万英雄。我忘记那个活动的名称了。谢谢上猫的手手。对，现在唱 ，OK， 没问题。开个粉丝团都是你的，对，开个粉丝团都是我的咯，嘿嘿。哎呦啊，百万英雄，好，哦，好大声，那你给呢？ボカロイド歌おうかな。不要唱日文歌，去甲一真台抢吧。对，我会去 D 卡台。你们知道这首吗？好像是这样。Goodbye 宣言，但我不会唱，我不会唱，我只是说说而已。最近就常常看到这个 pose， 然后这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知道这是有一首歌 ，Goodbye， 希望の運命の人は僕じゃない。待って、探すのに時間かかるわ。最近怪怪的哦。好吧，那就随便唱吧。先本音好了。啊啊。
心ワンツー三四三とくぐり抜けて弾力ちょうど厄払いきっと最後は大断面拍手の合間に千本桜夜に紛れ君の声も届かないよここは心と道徳法律がお互い
最后一首了，最后一首要唱什么呢？那你选吧呢？第一家的歌好听，如果唱的超好听，谢谢。如果会 butterfly 吗？無限大な夢の後の，这个 butterfly 吗？还是？Butterfly， 今日は今までの。对，日本有超多 Butterfly。如果是無限大那首歌的话，我不会唱。我就只能唱这里。無限大那有光束，光束是什么？未闻花名哦，回不去的光束。未闻花名って何だっけ？なんかまあ君と夏の終わり。あ、なんて曲だっけ？あ、なんて曲だっけ？君と夏の終わり。将来の夢。あ、バニラソルトか、歌えるかな？还是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 ，Wish my summer right， 哎呀呀 ，OK， 哒哒哒哒哒哒哒 ，Green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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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Secret Base だっけ？どっちでもいいや。How one good butterfly， 我不知道。好，那先唱 Secret Base。バニラソルトね、しばらく聞いてなかったな。好吧。没有电喽。君と夏の終わり、将来の夢、大きな希望を忘れない。10年後の8月は、帰れるのを信じて。最高の思い出を。いいじゃん。出会いはふっとした瞬間、帰り道の交差点で声をかけてくれたね。一緒に帰ろう。待って歌えない、忘れた。君の嘘だっけ？あの花、あの日見た花の名前を僕たちは忘れることないみたいな名前。可见之前没人贴这首，就他没人到。对，所以我才唱这首啊。
卢卡的作业不行，我先唱大家提的歌。看了卢卡应该会哭死，对呀，所以我才不敢看。而且最近不是有新的？七七不搞不带，说，我見たら絶対泣くから見れないの。未闻花名里面有洋葱，对，大家都说这样，所以我才不敢看。还是你们觉得，你们推荐给我看吗？我怕我看了，我下次直播的时候，我眼睛就整个肿起来。我昨天看未闻花名。もし見るとしたら、ね、生配信する前の日はやめとこう。ルカ都不看会哭的。会看啊，可是我会心情很，我会变成心情很，嗯，心情很 blue， 所以我不敢看。推四月是你的怀言。对，四月怀言也没看过。好，那我看一下。想哭的时候我去看一下好了。那是什么？発熱性記憶。俺も見たことないな、そうなのよ。見てみたい気持ちはあるんだけどね。え、那是动漫吗？还是电影？推南极？南极是南极大陆吗？南极。看完小小甜甜圈就会笑了，这不会想笑了哟。对啊，现在三级警告吗？不是延到7月12号吗？我怎么可能会想开心？我怎么可能会想笑？南极神作，南极歌。アニメなのかドラマなのか映画なのか。甜甜圈不是都在耍酷酷吗？对呀、啊，当然开心。那南极。南极四月，未闻花名，你们比较推荐哪一个？我想先看一个。找南极可能找不到，对，我刚刚找不到，然后我打南极动漫，然后就找到。宇宙よりも遠い場所。よいしょ。谢谢大家的追踪。我想吃掉你的水槽也好看啊！それはよく聞かれる。君の水槽を食べたい。那之前应该看过《萤火虫》，那个看过了，我看了一次就会，我看了一次就想哭。那也不是《萤火虫》，我看第一次看哭得很惨，第二次看就只会难过，第三次看就是看了越久越来会，哦。哦，会这样。So， 陈心儿晚安啊，不是，好了，我差不多要关播了，各位。九九看，对，九九看就好。ね、ああいうの見ると私は幸せだなって思うよ。二人を夕闇が沈むこの窓辺に。那三相遇。くちゃん。谢谢クリス送我的手礼。
是一个重生彩言。OK。お疲れ様だじゃあ。我有时间的时候会去看那个会想哭的，会哭的那个动漫。对，现在刚好真的比较有时间。对，一首看那个。对，另外想问你们，礼拜天的歌单我应该要先发出去，你们觉得我应该要先发出去吗？还是礼拜天当天再讲就好？我可以列一个清单给你。对对对对，可以，前三名可以。小小青云，小绿。谢谢米酒送的香槟。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あれ？あれ？ちょっと待って、変わった？夏日重生北极熊。セガクちゃん合ってるよね？OK， 跟上次当天宣布才有惊喜吗？哦，好，我是说看了会感动的。哦 ，OK，OK， 发现动不会让其他人感兴趣来看，我应该会发，我这天会开个人演唱会。好，那歌单的话就先不要好了 ，OK， 到时候再讲。噔噔。今天的第十名，今天的第十名是柯佳，第九名是 Sega， 第八名是北极熊，第七名是重盛，第六名是祥玉，第五名是青云，第四名是笑笑，第三名是强大生，第二名是 Leg， 然后第一名是少元。谢谢大家，放个预告就好，好，没问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送我粉红色的那个礼物，我真的很开心。爱你们，拜拜，晚安。不小心快到一个半小时了，但是我过得很开心。对，那我下次直播就开一个小时哦，对，只有一个小时而已。嗯，然后礼拜天就一样一个半小时。さよなら，ありがとう。